好玩吗？好玩？怎么不好玩？你在我身边这几年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无聊吧。小星辰道长，我那个没说完的故事，你现在不想听下半节了吧？雪阳，你真是太令人可惜了。若上天垂怜诸生平等，为何不眷顾我们？问生离与死别哪个更残忍？这结局早就注定离分。书读一无同归可难，强求假意的温存，心只对坐盘查是自欺欺人，只一个也要演的认真。今天轮到谁？咱们今后不轮流着来了怎么样？换个法子。轮到你了就有话说。换什么法子？这里有两根小树枝，抽到长的就不去，抽到短的就去，怎么样？你的短，我赢了，你去。好吧，我去。回来吧，我去。怎么又肯去了？你傻吗？我刚才骗你的，我抽到的才是短的，只不过我早就藏着另外一根最长的小树枝了。无论你抽到哪一只，我都能拿出更长的，欺负你看不见而已。就是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，你一事无成，一败涂地，你咎由自取，你自找的。饶了我吧，小金装中文似有残存的文，今与生忏悔爱恨。是你逼我的，死了更好，死了的才听话。